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跑马地 Targa Racing 的 Edwin。 接下来3月7号至8号呢，在这个广东国际赛场呢，就会举行由这个 Hyper Speed 乘这个 Team Prospect 所举行的 Track Day。 我们 Targa Racing 呢都有份参与的，香港很多出名的改装商和很多知名的品牌呢都有份参与今次 Track Day 的。我们 Targa Racing 呢过去10年呢都有参与和举办很多 Track Day 活动的，我们算是这个 Track Day 的常客啦。咁我哋而家其實參加一次 track day 嘅價錢，比起10年前其實已經便宜咗好多噶啦。咁而家可能參加一次 high pass speed 今次嘅 track day 咁樣，都只不過係6500蚊啫。咁想當年可能10年前已經講緊過萬蚊噶啦。咁而家好多客人咧都中意上 track day 啦，比較方便啦，咁同埋價錢相宜。咁同埋上去上邊咧又可以測試到自己部車嘅極限喎。咁你知道噶啦，而家其實喺香港。在道路上面測試就是一危險啦，二犯法啦，同埋危害到其他道路的使用者啦。咁始終都不是一個好好的方法啦。咁上去在賽車場安全的環境之下測試，永遠都是最好的。其實而家參加 Track Day 的客人咧，對個車嘅性能很有要求嘅。咁藉著 Track Day 呢一個平台，咁就可以好多改裝商可以引進很多不同的產品俾客人去測試。嚟緊3月7號、8號，我同埋呢部車都會上去玩嘅。到時見啦。Hi， 大家好，我是天后 Adventure Ken Wong。我哋公司今次參與咗 Hyper Speed 同 Team Prospect 舉辦嘅 Track Day。我哋公司係負責今次提供輪胎嘅支援。咁我哋今次大部分嘅車主咧都採用咗 Advan 嘅賽車胎。喺今次 Track Day 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車種，例如我身邊依架 Gofalo 啊。佢只要換咗一套 Advan 嘅賽車胎之後，佢就可以發揮到佢嘅車嘅最高嘅性能啦。喺嚟緊3月7號同8號 GIC 舉辦嘅 Track Day， 希望大家可以盡情去享受。到時大家見啦～